最早的決賽是由粉藍色衫的平山香對粉紅色衫的夏川香。打跑車我們搞得平山香領先1-0，入波的球員是20號吳錦豪。84的車主麻煩褪一褪車，8384。平山香再入一球，领先2-0，入波的球员是8號刘建明。
再入一球，領先3-0。入波嘅球員係八號劉建明。後面啦，來，慢啲，埋啊，來，埋，睇翻個後面，睇個內。
睇翻嗰個賣，賣啦，冇錢賣下來，賣啦，唔好俾佢等嚟踢啊嘛！先埋紅仔，係啊，蒙住，攞埋咁啊嘛，唔緊要嘅，攞到啊，攞到啊。紅仔有幾多個？紅仔有幾多個？买朱天追翻一球，暂时比数1-3。平山鄉再入一球，暫時比數領先下村鄉4-1。入波嘅球員20號吳錦雄。全场完，平山鄉贏下村鄉4-1。